主料，洋葱半个，熟猪肚13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蚝油、红烧酱油、蒜子10克、青红椒3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食材改到备用。起锅，放油，爆香菜片，放入青红椒与洋葱煸炒，炒至断生放少许盐，让它有个底味。接着盛出备用，再起锅，放油，把肚丝放入锅内翻炒，沿锅边站撒料酒，再放入适量的盐、糖、生抽、蚝油，炒匀后，把之前炒香的洋葱和青红椒倒回锅内，大火快速翻炒均匀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这是一道喷香开胃的快手菜，急火快炒味道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